三十五个洛克，我们三十秒讲下课。整体 ABS 塑料材质，做工优秀，至少没有明显的缝隙和水口，细节也很棒，能看得出来不是一款敷衍的产品。手感优秀，而且可以作为微冲来使用。你们觉得战术的意义是什么？绿点苗、红外线、战术手电、战术弹匣，配置非常的高，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DIY。抛壳流畅，使用橡胶头软单，直线距离1米左右。虽然性能很差，但它玩的就不是性能。